扶贫新福祉，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从教育学生里开始。就是除了物质经济方面的帮助，其实更多的是需要精神上啊、心理方面呀、去帮助孩子。我们付出了一点点努力，但是我们收获了感恩，收获了爱，收获了亲情。扶持一个国家的栋梁成才，我觉得很有意义。这里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双廊镇石块村委会玉亮村民小组，距离市区呢大概有将近80多公里的路程，但因为山路难走，我们用了大概3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达了张林菊的家。张林菊的家里呢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张林菊在2018年的时候考上了大理市的一所高中，与刘国民一家结成了爱心对子。我们一个爱心团队，我们都会关心帮助我们的这些娃娃了嘛。我们作为一种助学，保不了他，也保不了你们的家庭，我们只能力所能及地帮助他。早年间，张林菊的爸爸在外地的工地干活，但是后来因为生病不得不回到家里，靠着干农活的收入养活一家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嘛，后面做不成了，回家了。收入就是玉米了，玉米嘛，天干到6月份才种下去嘛，它天干了，收入不行，那么收成不行啊。张林菊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家里非常支持他读书。这些是从幼儿园到初中啊，意思是基本上每一个学期都有这阶段。在刘国民一家的帮助下，张林菊遇到了困难，也有人沟通了，学习也更加努力。对我的帮助是挺大的吧。第一年劝他一点，压力大，他们来说服一下，说服掉以后嘛，他才好好的，现在好好的读起吧。现在成绩也很好，老师也很喜欢他。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精神上的沟通也让孩子能够沉下心来，更加努力。而爱心家庭参与这样的活动，既帮助了别人，自己也收获颇多。来到这个春雨助学的大家庭里面，感到很荣幸。这个春雨助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快乐，我们坚持要做下去。我要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帮助更多贫困的学生。这里是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中学，我身后和罗老师在一起的这些孩子们呢，就是大理春雨助学与爱心家庭接对子的孩子们。目前呢，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呢，一共有80多位。罗老师呢，经常来到学校关注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与他们建立起了亲人般的情谊。这些用在我们的学业上，用在我们向上攀登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开创我们美好的人生，改变我们所有的状况。很感谢春雨工程这3年来给予的帮助。我希望像我这样的更多的贫困学子可以得到关心和帮助。祝愿爱心人士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希望春雨计划资助的学子都能走入自己理想的大学。罗老师一直也在反复的说的，我觉得我也非常认同的，就是除了物质经济方面的帮助，其实更多的是需要我们精神上啊，心理方面呀，各方面的去帮助孩子，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看这个稿子出来了，我们基本大理春雨助学的发起人叫罗自珍，罗自珍是大理广播电视台的一名工作人员。发起这个公益活动，源于他经常到大理的偏远山区、贫困乡镇，接触到一些贫困家庭。说起这个大理春雨助学的发起啊，还源于2012年到2013年，我到冰川的中英乡去当新农村指导员。这个乡镇呢是非常贫困的一个乡镇，有的村委会一个高中学生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如何让在下的几代人走出大山，或者是脱贫致富？
这让曾经当过老师的罗自珍萌生了一个想法，想组织一个爱心助学活动，让贫困乡镇推荐贫困家庭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自己再找一些爱心家庭资助这些学生完成学业。也是我心当中一直在想的一个事情，扶贫兴福祉，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从教育学生就开始。回到家中，罗自珍就把想法告诉了妻子何丽琴。何丽琴也是一位老师，对丈夫的想法非常支持，夫妻俩就马上行动起来。当时也没想着说是要搞什么大力春雨助学这一类的，只是当时他们给我们推荐了四个孩子。罗自珍发动身边的朋友，很快包括罗自珍在内的四个家庭和四个学生家庭就结成了对子。爱心家庭给予受助的学生每年不低于1000元的爱心资助，从高中阶段开始，直至他们完成更高的学业。这个活动有了我们的爱心家庭，也有了学生，要把这个活动呢搞一个名称，我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力春雨助学爱心公益行动。所以这样下去以后，然后我们的大力春雨助学从这下就开启了大门了。他们给春雨助学立了一个小规则，爱心家庭要以一个家庭为单位，助学金由爱心家庭直接交到学生手中。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就是爱心家庭要与学生的家长见面沟通，并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这是一份缘分，这是一份情分，这也是大力春雨助学创造出来一个人文情怀。13个民族哦，那天晚上就梦到我高考，然后就在那哭了，但我智商就不行啊，紧张。高一嘛，高一还是要全面发展。我觉得还可以，那是那个英语差不多，还行吧，都在一起学习嘛，都说不上什么吃力嘛，一定要努力，奶奶相信你。大力春雨助学以一对一一个家庭帮助一个贫困学生接对子的形式呢，得到了众多家庭的支持。今天是星期天，爱心一对一接对子的家庭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学校看望他们帮扶的学生。对啊，我觉得冬天的话还是要穿这个，要把脚上保暖做好。没有啊，合适的对吧？比一下合不合身？合身的，合身的，脖子这些也热乎一点啊。分数多少？60多。周国珍是政府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在2015年参加了春雨助学活动，在2019年。周国珍爱心家庭又结对资助了云龙县白石镇的何霞。我们是我俩结对以后，我感觉我对这小孩啊，就是一直就是这么牵挂。今天我过来把换季的衣服给他带来几件，然后了解一下他进学校以后的生活情况，还有学习的情况。何霞家住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白石镇双垄村，父母都在外打工，平时和弟弟一起生活，靠亲戚照顾。就是我跟我弟弟，然后我妈是在省外打工的，我爸是在省内的，有时候还挺辛苦的，要上夜班。2019年中考，何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中学。周国珍经常打电话询问她的学习情况，并在周末到学校来看望她，很快消除了她初来学校的不适应。感觉就跟她一个家庭一样，就是像妈妈一样照顾我那种，我就像她女儿一样被照顾得挺好的。我觉得3年的话，我应该要努力吧。从农村出来的，筛卡卡出来的，就是要改变自己的人生了。董丽梅爱心家庭是2017年参加春雨助学活动的，结对了南涧县碧溪乡回龙山村委会郭底堂的杨德英。3年来，他们不断交流来往。对杨德英是关爱有加。
它是一种亲情式的捐助，在感情上的一种投入。所以我们现在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其实我觉得杨德英他已经融入到我们家的，就是应该说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了。给我带水果，带衣服，就像我妈妈一样关心我。现在杨德英也到了高中三年级的关键时期，在董丽梅爱心家庭的关爱之下，杨德英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向往。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就让我对未来的有一个那种规划，然后有一个梦想，有个目标。我觉得我们付出了一点点努力，但是我们收获了更多，我们收获了感恩，收获了爱，收获了亲情。退休教师戴鑫呢，是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今年接对了考入中学的詹春飞同学。在开学的时候，他为詹春飞准备了生活用品，并且到车站把他接到了学校。戴奶奶呢，经常还和老师、家长联系，关注着春飞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这一天呢，春飞知道戴鑫奶奶生病了，就来到了戴鑫奶奶的家中看望戴奶奶。奶奶的话年龄也有点大了，然后身体就最近又崴到了脚，身体有点不好，所以的话就帮助她弄一下她日常的那些料理一下嘛。詹春飞是戴鑫资助的第二个学生，他来自宾川县中英乡西山村委会朵卡拉。我们家一直老了一辈就在做丧事，正在辅助学生读书。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呢，辅助了好几个最学的学生。在戴奶奶的帮助下，詹春飞学习非常努力，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就想好好的把学业完成了，然后考一个好一点的大学，然后的话以后长大了找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像奶奶这样回报社会嘛。我觉得辅助一个国家的栋梁成才，我觉得很有意义。有时候罗子珍也会担心戴奶奶年纪大了，资助两位学生他是否能承受呢？我想呢，我还是节约一点能承受，因为我的年纪大了，我总是想啊，能用这个意愿尽量的发挥。我就说罗老师你不用担心，我辅助两个学生，我把两个学生准备了2万块钱都已经存好放好了。为贫爱心家庭是2014年参加大理春雨助学爱心公益活动的，资助了云龙县长新乡初级中学的杨平丽同学。我就是属于特别贫困的那种学生，老师们也知道我的情况，我的成绩也比较好，所以老师们对我特别的关注。2014年，杨平丽考上了云龙县第一中学，经学校推荐，与魏平爱心家庭结成了对子。他是就是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拉我一把上去的那个人，然后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给我很大的温暖的那种人。我就会啊，尽量的跟他亲近一些，我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我是个儿子没闺女嘛。高三期间，杨平丽的身体一直不好，需要每天打针输液，加上高三的学习压力，压得杨平丽喘不过气来。医生诊断就是说贫血，让我多吃点补血的东西，但是我一吃补血的东西我就受不了，就是会吐，我那个有时候我也不能吃，每天都打针。在高考前一天晚上，杨平丽突然晕倒，罗子珍和魏平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到学校，带他去检查了，身体上是没有问题，但是出现了状态，其实这都是因为他超级紧张造成的原因。一要爱惜好自己的身体，二要明确自己的目标，不要为过去有遗憾。罗老师，我知道了，我会把你说的这些话记在心里面。在罗子珍和魏平的鼓励下，杨平丽还是坚持参加了高考。一直在鼓励我，你好好的考，不要有心理压力，调整好心态，好好的考。最终杨平丽顺利考上大学。由于她从来没去过大城市，开学那天魏平一家还去了车站接她，带她办了入学手续，然后把我送到学校里面，
把床铺啊那些全部都铺好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以后，给我塞了一沓钱，就是助学金，然后跟我说好好的读书。这个家庭给予这些孩子们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帮助，是会让他们感觉，哦，我还有一个人，在我有难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可以去找他，他多了一份支持。最辛苦的还是罗自珍夫妻俩，每次他们都亲力亲为，到偏远的山区去考察学生的情况，再组织爱心家庭与学生们见面。我们现在大理春雨中学啊，都在边远贫困的山区。嗯，那么我们每年呢，都要对这些呢进行一些考察。嗯，不管是这个深山里边，还是贫困的村庄里边，我们都要进入到这些进行考察。人人都是发起人，个个都是爱心传播者。在这样的一个理念之下，我们参与公益活动的每一个爱心人士都非常积极，是没有一分钱的公益，这是纯公益的。很荣幸来到这个很温暖的大家庭，我心里面感到很高兴，很快乐。我希望把这份爱心一直的延续下去，春雨润山乡永远传递正能量。来到大山深处，来到孩子们的家中，感触非常的深刻。春雨助学呢，意思就是为一棵幼苗倾注一滴雨露，使之成长为参天大树。滴水汇成河，爱为这些学生搭建了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爱心家庭的点滴付出呢，也许会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照亮他们的前程。爱是最温暖的阳光，也是人们生活中希望的曙光。